来到海南，首先体验的第一站是热带植物园。下了船的第一站，刚刚直接把我们从海口带到了万宁。上坡往神州半岛兴隆方向。他说这次的时间比较充足，要带着大家由内而外的了解海南。挨个走吧，对吧？里边有各种的水果植物，可是一进入景区，王同学就把他爷爷带偏了。你看这掏兜的姿势多熟练，30块这一盒，那我得尝尝。尝一尝，还没吃过30块的冰淇淋呢。来，你知道30块钱什么概念吗？30块钱，你爷爷奶奶干一天花的工资都不一定。我终于发现了，这次来海南受益最大的应该是王同学。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这小子将独自承担所有的宠爱。有一股味儿，有点香味儿。作为一个北方人，园里的95%以上的植物都不认识。真丑嘞，长得。哎呀，大蒜，无花果。特别像无花果啊，叫大果蓉，看着好有食欲啊。看着好瘆人。来海南了，首先要开个椰子喝。这里边汉汤你得喝。这个我姨不能喝，妈你能喝。他们有味儿。这个新鲜，特别新鲜啊！喝完椰汁又整了一个像猴脑一样的东西。说是叫椰宝，既然没吃过，那就尝尝呗。咱们6个人没有一个能吃得惯的，尝尝吧。来，这椰宝一般人吃不了。不吃不好吃，吃了吧，别浪费了，花点钱。走了，刚刚哥。北倩，你想吃什么你就去买什么。你爷爷给你装，叫你老娘给你装。哎，想吃什么买什么。我的奶奶疼你吧，你还。我疼我没钱，你爷爷装了，我没装钱。这应该是咖啡吧，这是咖啡豆。来，你看这，哎呀妈呀，爸，你看这花长得跟塑料的一样吧，真是漂亮，就跟假的一样。我没有你高一点，高点好了。长那么高干嘛？那样子，快老鹰搁那了，走走走。丢了，丢了！这一天你妈开榴莲，那是菠萝蜜啊！榴莲，菠萝蜜啊！刚才是榴莲嘞，这花的景不亏，我可惜，可惜。一二三，茄子。好嘞，走，很漂亮。你摸一下，你别给人接了哈，摸一下。你别摸，别摸，别摸，别摸。别摸，别摸。别摸，别摸。刚才那个铁西瓜。特别硬，你们干嘛非得要摸一下？跟鸟儿一样。YYDS YYDS 把那个打给你。哎，把我老婆教坏了。你拍个照就行，拍个照走吧。看到老爸他们这么开心，长途的疲惫和辛苦都值得了。刚哥说的没错，趁我们有时间，趁我们有机会，多带父母出来转转。路上不一定吃的多好，住的多好，只要有我们陪伴着。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俩特别能理解那句树欲静而风不止。